好，所有女生，请你们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非常朝气蓬勃、活力满满的少年们，我们的时代少年团，欢迎欢迎马嘉祺，欢迎宋亚轩，欢迎小严，欢迎五位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先跟大家们打个招呼吧，好不好？好、啊，完蛋，怎么回事？第二次了，垮、掉。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回来啊、再次营业还没适应。好，来，我们再来一遍，我来说三二一，来，三，好，来，三二一。好，大家好，我们是 TNT 时代少年团，好不好？棒，好，那我们依次来介绍一下吧。OK， 好，大家好，我是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欢迎欢迎。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帅气的五个弟弟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其实今天丁程鑫和刘耀文因为工作的学习的原因，所以很遗憾这次没有办法参加。但时代少年团这是作为陈爷医生品牌的代言人再次做客直播间，觉得感觉怎么样？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嘉祺哥。是，我也很开心见到你们。很熟悉。这次带着陈爷医生，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是的，那小宋呢？来到这个直播间，听到嘉祺哥洪亮的，感觉特别亲切，还是很洪亮，对不对？整个我都快播到要吐血了，已经十几二十天没有休息了。谢谢谢谢，小张，今天整个人特别的放松。真的吗？对，然后还见到了奈我家族。哦，谢谢你，谢谢你，来，小严，就感觉升级了，升级了 ，level up。然后做的更高了， 对， 对不对、我说今天一来的时候说哇这个座位也太高了吧，他们会不会有就会被吓到这个座位。所以小贺，我只能说 Oh my god， 真的是超级兴奋了。而且我感觉这一次来的时候就不会像上一次一样还会有一点紧张了，这次不紧张了，对，这次就会玩得更开心一点。好，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让大家在玩的当中开心的当中，然后买买买啊。六月大家都很忙碌，有的在准备就是各项的考试，那暑假的安排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们暑假的话就不给大家具体透露，但是会有一些惊喜，然后觉得惊喜，哇哦，就在暑假会完成的惊喜。对 ，OK， 那小宋呢？假期怎么安排的？还没想好。就之后我们七个人合体的话，会有一个惊喜。哦，七个人合体也会有惊喜给到大家。小张，我觉得既然都说到惊喜了，是证明我们要不断的充实自己，然后让这个惊喜更惊喜一些。让惊喜更惊喜一点点。好，小严，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大家七个人一起去海边玩一下，然后去海边，对，一起出去旅游。去旅游，先把车学了，要先把车学了才去旅游。好，那小贺，我嘛，其实也像马哥刚刚说的，具体是什么不能透露给大家，但是就是大家可能想看到的呢，这个暑假应该都能够看到。真的吗？哦，真的，大家多多期待我们时代少年团们给大家的惊喜哈。那这一次时代少年团的弟弟们带来的是陈爷医生。亚太区品牌代言人的身份来到嘉宇直播间，现在让你们每个人用一个词来推荐陈野医生的产品，你们会怎么讲？我们就四个字四个字来说，好不好？好，好。小马，后面的有压力了，小贺。那必须的，那必须的。天天都不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我得在脑海里构建七个词啊。谁说完了啊？山啊，谁说完了山？OK， 好，来，小马。平衡是最厉害，就是平衡水油了。是小宋。让我想想。有压力哦。提亮肤色，提亮肤色哦，跟今天的产品也相关。来，小张，这个词很好。我看你们后面会不会重复？我想想啊，我们小贺，哎呀，幸好没有说到我想说。对，我还想要问你前六个你想的是什么词呢？算了算了，开玩笑。所以刚刚弟弟们都讲到了陈爷医生，就一款产品就可以帮你搞定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产品——陈爷医生的果酸精华的新酸瓶。那小李课堂又要开课了，你们准备好了啊？所有女生们，现在大家都开始想要做刷酸，包括很多女生会去到一些特殊美容的场合去做刷酸。那这款产品它其实根据了不同的肤质以及根据不同的肌肤状况来给到的护肤需求。那陈爷医生推出了不同浓度的
扁桃酸的青酸瓶，因为其实刷酸有很多的浓度，有的皮肤可能没那么耐受，所以我们浓度要低一点点。可能你有些肌肤我只是局部的一些毛孔啊，包括粗糙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用 3% 浓度。那 5% 浓度是改善什么？是改善毛孔。如果你有黑头、白头、痘肌以及肌肤角质比较粗糙等油性肌肤困扰，你可以使用 5%。而且 3% 是一个入门级别的果酸精华， 5% 是一个疏通级别的果酸精华，所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不同浓度来进行选择。比如说你只有局部问题可以选择 3%， 你是干皮你可以选择 3%， 那如果你是比较偏油性肌肤，然后肌肤问题比较严重，可以选择 5%。 而且它有四个步骤，叫做清疏导修。第一个哦，你们都知道清疏导修厉害，对对对 对。第一个清是什么？是清角质，我们用乳酸帮大家清角质。第二个是疏通毛孔，我们用葡萄柚果提取物来疏通毛孔，都是植物类的成分。还有扁桃酸来帮助你深导入，然后最后第四步就是用积雪草和透明质酸做稳修护。就是当你在刷酸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哇过于刺激，或者不会觉得哇过于就是肤感不舒服，或者说你刷完酸之后皮肤会变得脆弱，它全部帮你从第一步到第四步帮你搞定。所以如果有对刷酸需求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话，入门级的陈妍医生刷酸水配合我们的果酸水，大家可以一起试试看，这两个就是很好的 CP 搭配。对对，就油光啊，包括粗毛孔啊等等等等。所以美们，等一下大家一定要来抢抢看这两款产品，好不好？那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先上个链接给大家先，还是我们等一下再上链接？先上链接好不好？我们先把我们的果酸瓶上链接给大家啊。所有女生们，我们直接把链接上在了宝贝链接里面，大家可以自己去抢我们的果酸瓶，我们把它放在了置顶宝贝，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玩一个游戏的互动吧，好不好？今天我们说了要一边玩，我们要一边玩一边干嘛？一边跟大家来介绍产品。所以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谁是卧底。哇，应该会了啊，对不对？你们上综艺节目上了很多谁是卧底，所以六张牌，那你们先抽吧，来。就是互相都不知道自己牌，偷偷看哦，这个，偷偷看哦，来，哦，我也下面有，最后留一张给我，哦，看的是看我们俩，命运的选择，你们看完了吗？看完了，这么快？好，这样吧，玩输了游戏的，你们的惩罚就是集体清唱歌曲。好吧，我的惩罚，我输了我就发万元红包给大家。哦，知道吗？对啊，没问题。小马先，我可以抢吗？你看你手势快不快吧。来，小马先，你先说。等一下，我在干什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三点水，三点水，我们好像都没有三点水。有那可没有水啊！结束了，结束了这么快？我这没有水了，结束了吗？是结束了吧？我们这样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好不好？马哥，等一下。我们再给你机会，你再说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再给你机会，说一下，跟产品有关。好，可以，好，跟产品有关。好，给马哥一次机会，好不好？小宋，成野医生的功效，成野医生的功效是的，也可以，也没问题。投小马跟小张中间一个，好吧？来，小野，刚刚什么意思？有口什么意思？他说有口，他说有口，是这个字里有口吗？你管我！反正我来说，真是太久没回来了。我觉得每个女生都想要啊。那我们投票吧，投票吧，好不好？好的。三二，我们指向你们想投出去那个人来。三二一，所以我们要望望看，对吗？对，我刚刚已经看到他了。你就是他，就是你，这么快就结束了这个游戏。三点水，所以你是？你猜一下。三点水的三点水。我觉得应该是清透，对，清透，清透，清透吧，是清透吗？不是，清油，不是，清爽，不是，清洁，感觉在惩罚我们，我们赢了，感觉像在惩罚我们，保湿，哦，保湿，不灵不灵嘛，对啊，保湿，怎么我会让第一个说呢？真的是，这游戏结束太快，好了，来惩罚吧。那我们要不要集体唱首歌？其实是因为我们想唱歌，对吧？哦，所以距离上次唱歌有多久时间了？对，马哥，两个多月前了。两个多月前了，那大家应该特别想要听我们的时代少年团们来唱歌。那你们选歌曲吧，好不好？马哥选吧，先我们就唱，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歌名都忘了吗？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那就唱这首歌吧。是，哪个截头？来定个调吧。好，来先定个调吧。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炫眼朦胧，素颜随意，满分的美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幼稚嘻嘻，爱恶作剧，笑话我傻气。哇，太赞了！我看到我已经会了，工作人员，我会啊，要不然再来一遍，我也可以加入。好，我已经会了。OK， 来。定个调吧。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歌词帮我们翻一下，整个歌词都已经不见了。好了，再来一遍，我们再定个调来。稍高一点。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看吗？睡眼朦胧，素颜随意，满分的美丽。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你好玩吗？又是嘻嘻，爱恶作剧，笑把我傻气。感觉我在里面念绕口令，真的吗？对，还好没有起很高，要不然第一遍记不准。真的吗？对，因为我已经听，上次也听过一遍了啊。然后你们来之前我也听过这首歌，所以就旋律非常非常的好听，大家到时候可以一起支持一下我们时代少女团的歌曲啊，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可以多多的关注，以及可以多多的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那刚刚我们游戏当中也提到了一些护肤的步骤跟方法，如果让大家从众多的护肤步骤里面挑选出一项，就是你们觉得必不可少的，你觉得是什么？小马说一下。啊，我觉得是那个控油。控油。对。所以你平时会出油比较多还是怎么样？是，我一摸鼻头就会。哦，一摸鼻子就会容易有点油油的，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所以控油也是很关键的，对不对？哦，你又开始来了一些小动作，来，小张，我觉得大家都说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如果就是想要保湿补水，同时还具有到提亮肤色的需求，接下来这一款产品就是佳琪，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就是 VC377 面霜，你绝对值得拥有，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实现很好的一个状态。这款产品的特点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在5月24号在我直播间买过陈医师三七精华，搭配它使用，我觉得效果超好。上次和穗姐姐来的时候也有推荐过这款产品，而且很多女明星们都在使用这款产品。它的主要就是提亮肤色，然后帮助你提升肌肤的一个水润弹性，而且它里面是蚕丝胶原蛋白，有很强大的保湿补水能力，为肌肤注入很丰富的水分子。同样它里面还加了积雪草成分，帮助你修复肌肤的屏障，来稳定你的肌肤。最重要的是，美们，提亮肤色保湿补水的同时，它的舒缓维稳的效果，给你肌肤带来滋养的效果也是超级超级的好。所以这一瓶 VC377 面霜佳琪巨推荐大家买，跟你们的三星精华一起叠加使用，效果会事半功倍，好不好？这一瓶大家可以用起来，你们也要用起来，真的很好用，好不好？特别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好用。所以我的小课堂今天结束了，我们来问一下就弟弟们有没有记住哪些知识点，因为我的语速比较快哈，要考考你们了，王，好不好？你先来，班长，厉害厉害厉害！来，我们小宋，我记住那个青疏导修，哦，青疏导修四个字你记住了，厉害厉害厉害嘞！这个比较难，就是记住了。来，我们厉害厉害，大家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你们应该也就是了解到了，也记住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吧，好不好？毕竟你们刚玩游戏，整个就是大垮掉。看接下来可不可以扳回一城，要不要让我这万元红包发出去哈？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考验大家默契的游戏。默契。所以怎么样，没默契了现在已经。什么是默契？来，接下来我们请时代少女团的五位成员，请四位作画，一位猜他们画的意思是什么。谁猜呢？谁猜呢？我们第一局你们想要谁猜吧，第一局你们说，第二局我来说，我来点名的谁猜。亚轩猜吧。好，我猜吧。亚轩吧。第一局你 猜, 你猜好不好？小宋猜，第一局小宋 猜 OK 没问题。来，第一位出来作画的是谁？我想。你想？我想。好，小严先。哦，我不让他们看到的，我只让你一个人看到。哦，十多少秒？每个人画十秒。每个人只能画十秒，没关系，不用挡我镜头，挡住、okay. 挡哦哦，这样这样这样 ，OK， 哦哦哦，哦哦，你这个你真的是，哦哦好，在这在这在这在，我没看到我没有，嗯，好啊，我知道了啊、哦，我是得怎么画？我画一笔，十秒，十秒钟你能画多少画多少，来三二一， 3, 2,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咦，我这这么快，后面的还需要吗？我已经猜出来了。你也猜出来了，那你也太快了吧？其实很简单，这个真的吗？我其实应该只能画一笔的，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可以。三秒，哎呀，我没看到。那小宋，你他们说你一定可以猜出来，那你先看吧。如果你可以猜出来的话，给我的红包加倍。这么简单？等一下，他是有多简单的意思啊？就是那三个，是我们想的意思对吧？不知道了。不是，这个东西有很多个理解，有很多的理解。其实，是，那你先猜一下吧。如果你猜对了，我猜错了也不算你输，好不好？对。那专辑呢？爆米花。爆米花。一定是这三个字。恭喜你答对了。那幸好。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太快了。来，对吧？加赛。一笔两笔吧。我没关系，我下一个比较难。好吧，下一个我们请谁猜？你们说吧。我们有三道题，三局两胜。OK， 来吧，猜吗？我来，我来。你来画还是你来猜？我来画。你来画。要四个人画。我们要对四个人画。我不猜，我不猜。那是一个一个画呗。那小鱼来猜吧。来猜吧，那我来猜吧。好，那我来给你题目哦。画工。三秒了就变三秒，三秒也很。导演就是真的随便来的。我们赢了。不，谁猜啊？谁猜啊？小严猜。哦，我闭眼睛，我不看。有点难吧？小马的表情整个就是有点吓到。来吧，十秒钟啊，让你十秒钟。他们一会儿要接着我的话。当然当然要接着你的话。来，三二一，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五四，我们要四个人。三哦，你们要二一，好。接下来谁画？小宋画吧。小宋吧，小宋吧。是他接着画吗？对，接着画。哎，我要给你看吧，我要给你看，你要看，你要看。哦，我们看。啥呀？来。准备了，三二一，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就这样了。什么东西啊？你这画的是什么东西？这全是水母。我们看的是一道题吗？是一道题。我们看的就是一道题。一道题，一道题，一道题。小张来吧。那个是不是什么？那个是不是什么？嘿，这是啊，这个是吗？啊？看错了吗？没有，你没有看错，他没有看错，他没有看错。来吧，继续。为什么最后看了我一眼啊，张哥？来，三二一，开始。这什么？我就让他自己画完。哈哈哈！这啥？OK， 可以了。这，还要修改。嗨，我这个还不够明显，越来越难了啊！原来一个人画会比较简单，四个人画太难了。嗨，好，最后我们小贺准备进场收割，好吧？对对对，我进场收割，要不你重画一幅在下面，这么意思？不用，就这个也能拯救回来啊！你说我是不是要不要重画一幅？我的更生动形象，哪里生动形象？你们，你这是什么东西啊？啊！我居然看懂了，你也不是，我也看懂亚轩那个，来吧。哦，我知道了。哦，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是啥呀？你这是啥呀？不生动吗？不形象吗？这幅画真的生动，你看了你就知道，你每个点都能解出。我那个像是舌头在舔的那个，吹气。好，来，先不管那个，嗯，在吹什么东西？是在庆祝什么东西？我那个很重要啊。你那个是什么东西？我的天！他画的是这个，小张画的是这个。指引你可以清楚了吧？指引你什么？准备好了没有？四个字，来。你看那个像什么？那画的不好吗？你看那个人他在干嘛？你看我那个干嘛了？你们现在在演哑剧了是不是？哎呀，就是那个，那个，哦，我懂了，百鸟朝凤，什么呀？不是，那个是曲子。你还为之前花式在打广告是不是？来，再给你一次机会。怎么？为了我那个很重要啊！我那个画的是什么东西？哎，我就想看你吹唢呐吗？是吗？不是吗？你那个好棒啊，张哥，是吧？有一点点像了，对，是有点像，对不对？百鸟朝凤有点像。我那个很重要，你先把他们的研究出来，去看我研究我那个。对对对，张哥画了前面没看出来。啊，我真不懂。就是现在这个环境里有，这个环境没有。你就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里有。成也一生。不是，那是什么？
好了，你放弃了，那我们就一比一平了。我放弃了。对，答案是人间唢呐。人间两个人中间，我只你这么说了之后，似乎是有那么点意思在。好的，好吗？那这样我们最后一道题。好嘞，好吧，最后一道题我们让谁猜呢？我们让小贺猜吧。小贺猜，可以，好吧，小贺猜。来，那我们看了。小马先画。我把这个提亮打在我的脸上，好吧。小贺，收割的时候来了，我20000块钱发的出去就靠你了。没问题，好啊，你这样搞得我压力好大呀。真的吗？世界名画，20000块钱，很长哎，7个字，加油。我知道了。佳琪哥给佳琪哥看题。佳琪哥给佳琪哥看题。啊，准备好了没有？10秒钟哦，就我要这要难一点了，真的十秒。来，3、2、1，开始。10、9、8、7、6、5、4、3、2、1，好，下面小宋，靠你了，补充了，这是 WiFi。哎呦，我都看懂了，有点难的哦，这七个字。哎，我能不能快乐星球？哎呀，我能不能看？你为什么就是很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一下？我能不能看？难吧，可以，有一点难哦。是，要先可以的啊，靠你来吧。10、9、8、7、6、5、4、3、2、1，不要抖，没关系。二一了。嗯，等下翻译一下你的话，在这七个字里面哪一个，好不好？来，小张来。不能说一模，不能说一模一样，只是说毫不相关。什么？明明很相关。什么东西？是有点难哈，加油，很难啊，7个字太难了，7个字哦，7个字，嗯哼，好，不能太明显了，是，你们都记住这七个字了吧？你们都记住这七个字了，这不是让我拆出来的吗？为什么还不画那么明显？来吧，3、2、1，开始，10、9、8、7、6、5、4、3、2、1。一个圆上面写了一个帅，我勒个亲！等会给你们解释好吧？啊，好，绝对有他的。来，小严，小心啊！这个 ，OK， 哦，好高啊！完了，送不出去了。我想看你的表情 ，OK， 特写表情来一下 ，OK， 来看哦，3、2、1。啊，你确定只是啊啊？其实这个改动并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就我那个靠谱。我只要加三个，他就会懂了。加三个，他就会懂。嗯，真的。别我哥到时候不懂，不能写数字跟不能写。啊啊，那我得想一想了。嗯，哇，这好难啊！如果不能写数字的话，你画那个呀。来，3、2、1，开始。我都不好意思数了，我不舍不得数了，我不知道怎么下笔了。快帮他想，可以吃的。10、9、8、7、6、5、4，我在3、2，树林，一，懂了吗？哦，哇，很快，这个加的非常非常的形象。太厉害了，哇，神来之笔，这还没懂。小贺，小贺来吧。小贺，你今天要是猜不出来就不要回家了。他加了什么东西？留在你家直播间了。他加了这个，他加了一层。嗯，他加了这里。他都想刚刚那个，他在那儿，江湖掌。我记忆特别深刻。是，不会跟我生日有关吧？你猜呀，你猜呀。我怎么知道呢？对吧？我也没看。哎呀，这样吧，就凭张志远写了个帅字，然后我还有，哎，我还有多着过生日，今天多少号？你自己11。今天我也不知道多少号。11号。今天11号，我还有4天过生日，我盲猜一波，好吧？好，盲猜一波。7个字。嗯，就是贺峻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厉害！祝你先大掉。谢谢。什么？生日快乐。哦，真的马上要过生日了，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所有的快乐说嗨拜，亲爱的亲爱的，哦，你还后面是这么唱的，我们只会唱两句，这么唱的，你们都，我第一次知道后面是这么唱的，对，生日快乐，谢谢，越来越好，我就假装点一下，啊，好，许个愿，我就在这儿许，我就在这儿许，好了，还要你吹，3、2、1。
生日快乐！直播间哦，真的就是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那最后还是要让你们送上你们的祝福，给到所有喜欢你们的人，好不好 ？OK， 好，嗯，小马来。愿我们同享光荣，愿我们的梦想永不落空。哇，愿梦想永不落空，厉害厉害厉害！来，时代少年团辛苦啦，辛苦啦！也谢谢时代少年团弟弟们的妹妹们，辛苦你们了啊！这次我绝对不说错了，谢谢大家，辛苦，辛苦，辛苦了！希望下次你们再来我们直播间玩，辛苦，辛苦了！好，那我们把直播间转还给旺旺。